好，在这一边它有 A B C D，它问哪一个是 correct propagation of light as is in under medium Z，然后它的 refracted index 是最大的。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，就是说，当我的那个 n 大的时候，它的 delta 会变小，OK，然后这一个是我的 delta 一，然后这个是我的 delta 二，然后 zigzag 这一个是我的 delta 二，然后这一边是我的 delta 三，然后它是越来越小了，OK。越来越小了，所以这边是 A，所以它答案是 A。然后接着呢，在这一边它是 beam of light travel from A to median x，所以我们知道它的 refractive index 呢是 n 等于 sin i over sin r，然后我们的 i 呢是在空气那一边的，然后这一个是空气，所以这一个是我的 i，然后它是 toward normal 啊，从 normal 那边看过来，然后这一个是我的 r。所以它会变成 sin 70 over sin 40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 sin 70 over sin 40，sin 70刮弧，然后下面这一边是 sin 40，OK，然后它拿到的是1.46，所以它答案是1.46，接近1.5啊，对，所以，然后接着呢，在这一边它有一个 pool，然后 fill with water，然后它的深度是5。So 它的 n 是这个是1.33，我们知道我的 n 是真实跟看起来，所以我现在要找看起来的时候是 h 除以 n，所以我的 h 是5米，然后 n 是1.33，所以我在这一边5除以1.33，5除1.33，然后我拿到的就会是等于3.76，对，3.76米，所以它答案是3.76米。OK，所以这个是它的答案，3.765，OK，这样放这边，OK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我的这个 h 等于，OK，所以是3.76米。